真的告白，这是我全部的爱。你这是我的女孩，你是心里小可爱，你这是我的期待 ，Forever on my mind。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。我在想牵着你的手，抱歉亲个谢太多手，歌词想破了头都不发在心中。You know. Hey girl， 我的话不荒谬，看你开心就足够。Yo. 我只想对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， 发射爱心 biu biu biu。你就是我的女孩，你是世界最可爱，给你最真的告白，发射我全部的爱。你就是我的女孩，你是心里小可爱。你这是我的期待 ，Forever on my mind。我喜欢的你看，我是迷眼傻笑。我喜欢的你还小心上扬嘴角。我喜欢的你快给我你的拥抱。我喜欢那个你，因为是你，怎么都可以。这次是潘总还是郑嘉儿？这次都去。都去，我不去。我听说宋茜哥也在谈这个角色。对对对，宋茜哥也在谈。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。那就谈一谈换助理的事儿。不换，二选一。陈江。于老师，公司是不是要解雇我呀？你老板我不解雇你，谁都没权利解雇你。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努力，争取弥补这次的错误，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也没那么夸张，你干得不错。那个是什么呀？哦，合同。自从上次花露水广告真相大白之后，找你老板的代理和活动越来越多了。我千挑万选就选了这个。这里面说你们要参加十天全封闭的三国历史培训。给我看看，我怎么没看到这条啊？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也很有必要，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诠释角色，而且培训地点在我们学校。有必要个屁呀！我好不容易熬到毕业，现在让我回去当学生，还要上课早起，还要住宿吧？嗯。我同屋大哥打呼噜睡觉怎么办？我现在回忆还来得及吗？你就当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嘛。体验？谁没上过大学了？你不相信我？我现在就是拿毕业证。算了，我给我班主任打电话，让他现在给我证明。不用了，刘老师，我相信你。潘多拉现在如果不是有天大的事，我就拍死你。对呀，今天超哥生日。江江江江，三江，游戏。游戏啊，像这种买菜、切菜、端菜这种粗活你就不要干了，因为你身体刚好没多久，所以你就负责做饭就好了哈。谁说我做饭了？哎，三舅，过来。干嘛？你给男神准备生日礼物了吗？没有。你作为他的好朋友，你是不是得准备一顿晚饭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比较好？潘总，你给超哥准备生日礼物？我准备了呀，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哎，三舅，你俩让二人世界自己玩去，我可不坐电动。哎呦，三舅，我那不试过了吗？但我失败了，这是我的 B 计划。三舅，你
就帮帮我吧，拜托了。潘多拉，把切好的土豆给我吧。潘多拉，玉晨、默默、朱大壮，说好一起帮我人的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，适合晒太阳。三舅亲手做的，特别好吃，你多吃点啊。潘多拉，你吃饭就别说话，你一说话我就想起那个连皮都没削的大土豆。哎，超哥，超哥，你评评理，这手都磨出水泡了，他俩没个干活，就我一个人干。撸撸撸，多大点事儿啊，算不算男人？你说谁不算男人？行，今天超哥你生日，我游戏不跟你们计较。男神，你好厉害啊！大家快点吃吧，吃完了进行今天的第二项娱乐活动。三舅，你这都数一下午了，还能继续啊？哪来这么多话？三娘。男神，四饼。不要。啊？五饼。你怎么能打五饼呢？你这样牌都散了。打五饼我碰。哎，等一下。讲讲讲讲。五了。哎呀，我这位置风水不好，换一下。你都换了800次。男神，你这明明就胡四饼，你怎么还把五饼给拆掉了呀？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胡我的牌，所以故意拆掉了呀？男神，为了你，别说是一张四饼，就算是……洋洋，你替他。尤老师，我没玩过。没事儿，我罩着你。那好吧。四饼。我好像糊了。你不是不会打牌吗？你小婷，不好意思，尤老师，我又糊了。这牌九条你也糊。子墨清一色，糊了，我又糊了。三舅，记得再找我们打麻将啊！你不是说你不会打麻将吗？我是不会啊，但是我今天看你们打了几把之后，就知道大概技巧了。这个和下棋是一样的，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要记得场上别人都打过什么牌，根据他吃牌碰牌的情况，你就可以判断出他要胡牌的类型。你就不能让着我点吗？你看这潘多拉，都是让着超哥的。尤老师，打麻将是游戏，
但是也是一种博弈。是博弈的话，就要公平竞争，输不丢脸，技不如人，还不肯花时间研究，光想着投机取巧，走些旁门左道，那才丢人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尉迟遥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家教吗？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，但是因为人群恐惧症，所以我每天都告诉我自己，只要再坚强一点，只要每天再努力前进一点点，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站在讲台上。具体的安排是，喂，游戏啊，三分天下剧组不是招助教吗？你把瑶瑶安排上去。这我可做不了主啊，这人家剧组说的算。怎么，现在我说话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？没有，是这样的啊，不是没有办法的啊。我听说啊，剧组啊正在江州大学海选助教。只要是江州大学的在校学生就能参加选拔，只要是江州大学的在校学生哦，而且正在，喂，其实你不用亲自陪我来。我们学校，我认路。不行，事关重大，我要亲自看着你报名。去吧。怎么，你不是反悔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以的，为了你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加油！加油！为了我，想不透是不是为了我？哎，你头上有东西。啊，怎么了？你干嘛摸？我来。看来在学校培训也挺好的。尤老师。哦。那个，今天面试怎么样？今天我一进去的时候呢，那个面试老师就让我分析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演变历史。然后呢？然后。我才说到刘备南投荆州，老师就让我通过了。那很好啊。这次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得好好准备一下。嗯，你们下次复试什么时候啊？下次面试就在后天。后天？嗯。你们这个选拔也太草率了吧。其实也没有，竞争挺激烈的。没关系，你一定可以通过的。一味的轻敌可不是好事。才一个初试就庆幸成这样，没有了那些 loser 给你垫底，复试可别哭得太难看。这是谁呀？比我还把自己当回事？破本词典了不起啊？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？尤老师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。我不管，反正这次你必须赢他。段菲菲学姐
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他上过电视节目，还是历史系的博士后。博士后怎么了？不是照样当不了我助理吗？我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走，回家。哎，尤老师，我等人。等谁？三舅，杨洋。朵朵。怎么哪都有你啊？三舅，今天晚上瑶瑶借我一用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尤老师再见。你们去哪儿啊？不要你管。哎，瑶瑶，就是这儿。多多，咱们这么突然过来，不太好吧？那怎么了？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我男神在这儿录歌。发型怎么样？嗯。哎，慢点。嗨。你们谁啊？两位老师好，工作辛苦了，来来来，是是是，别客气。你们到底谁啊？超哥的朋友，特殊朋友。冲啊！菜鸟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尤老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饿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先挂了。敢挂我电话？半场到底啥时候来呀？没看见齐老师哥俩等半天了？实在抱歉，哥。半场今天和男朋友闹别扭，怕是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，齐昭老师的时间好不容易协调出来的，没法好好演了。老师，我可以给齐昭老师当伴唱，我唱歌可好了。你行吗你？帮我录下来啊。嗯。马上，我来拯救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的男人，我会照顾到你。别唱了。男人，嗯，我其实平时唱歌不是这样的，要不你再让我来一次，我平时唱的可好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这个话筒太高了，它影响我的发挥了，我把它调低一点。别，我可以。哎，完了，我不仅在男神面前把歌唱坏了。还把他最喜欢的麦克风给打坏了，男神以后肯定都不想见到我了。没关系的，启超老师他这么大方，不会跟你计较的。瑶瑶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男神给我发微信了，对吧？哎，不行，我要去吃零食。哎，等我。
尤老师，你干嘛呢？你看什么呢？我在看风景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啊？对不起啊，尤老师，我今天回来的确实有点晚。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热水是我自己放的，外卖是我自己拿的，就连家里飞家的蚊子都是我自己把它赶出去的。对不起，尤老师，我不该扔下咱家不管。对，都是你的错，就是为你扔下咱家。你刚说的是咱家。嗯，我困了。皮蛋，他刚说咱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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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家，嘿，咱家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煮面。哎，不，坐。嗯，你就继续学习吧，我去。咱家冰箱里还有火腿肠，一起煮了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去煮面。一会儿，咱家餐厅见。喂，喂，游戏啊，你让我查的那个段菲菲有结果了。这个姑娘身世凄惨，单亲，母亲呢是个清洁工，弟弟啊患有白血病，现在正在急需换骨髓呢。哎呦，学霸，真是学霸呀！啊，历史系高材生。喂，小飞啊，怎么样了？这边着急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吗？那还有多久啊？我今天通过复试，明天就能拿到报酬了。好，你快点啊，这边等着要钱呢，弟弟快活不下去了。尉迟，加油。哦，来了。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去了。两位请注意，现在开始提问。三国里忠义的化身是关羽，我们所熟知他忠义勇谋傲分别是千里走单骑、华容道义释曹操、过五关斩六将、水淹七军、败走麦城。正确。桃园三结义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分别使用的兵器是双股锏、
使青龙偃月刀正八蛇矛枪。尔虞我诈暗涌，四面诸葛交锋，重复着爱不爱伤害背叛。难以置信啊，二位的文学造诣精彩绝了，不相上下。下面是最后一道考题，将决出本次选拔的最后获胜者。请问我国目前面向新生代艺人颁发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表演大奖是 A 金龙奖， B 金萝卜奖。乍一听肯定是金龙奖，金萝卜奖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。难怪你演了那么多烂片。哪里烂了？我还拿过金萝卜演技大奖呢。B 金萝卜奖。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反而掉进了他们的陷阱，真是狡猾。 A 金龙奖。喂，小飞啊。妈，你老板已经把钱给我打到医院了，小雨这下有救了。哎呀，真是遇到好人了。我老板？大壮哥，帮我查一下段菲菲的弟弟在哪个医院，帮我把手术费转过去。OK， 我懂了啊，做慈善啊，我会通知媒体并准备好通稿的。匿名？啥？匿名？喂，怎么样？没通过呀，没通过也没什么，至少我们努力过了，下次再接再厉嘛。尤老师，我通过了，我被录取了。通过了。慢点。尉迟瑶瑶，在学术上我并没有输给你，今天的结果我不服。B 金萝卜奖。 A 金龙奖。尉迟瑶瑶，恭喜你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谢谢老师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打败你。我就说你可以的吧。走。凡妮，你田静这个角色我已经拿到了。田静一个青楼女子，又是管仲的小妾，她怎么能成为主角呢？管仲其他的妻妾们都毫无历史记载，只有田静现在还为后人所知，谁还在乎她是不是青楼女子呢？我觉得能让人记住也是一种本事。那可真是恭喜了。四分五裂演员合同书，刚谈下来的项目，过几天跟三分天下同期开机。宋谢哥，你可真是事事都要跟游戏争。让你演女一，你乐意吗？算了，既然仲父那边角色已经搞定，接下来可以专心对付游戏了。为了庆祝你当上助教，我亲自下厨，不要太感动。怎么样？
好吃吗？那我吃个素的，就一根。你拉着我出来跑步的吗？不行，我真跑不动了。我接个电话啊。是啊。喂。哎，瑶瑶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老师马上就要回江州了。上次你答应我的事情。放心吧。我们分手的事儿，我没有告诉我爸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哎，哎，瑶瑶，我听说，尤老师，等我一下。我们学校到了，尤老师。等一会儿，我请你吃我们学校最好吃的小馄饨。还没有当过助教呢，你说当助教是什么感觉啊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你？嗯，尤老师，喂。什么破衣服，丑死了！尤老师，答案是二。尤老师，你从早上到现在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怎么了？你再想想。想不到。哎，尤老师，等一下呢，剧组安排了大家摸底考试。什么考试？考什么？为什么要考？你别紧张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摸底测试。你是不是知道要考什么？你不是助教吗？瑶瑶，渣男，上次有阿锦在，就我有好多话都没机会跟你说，现在有时间可以跟你慢慢说了。不可以。这位是？我是他男。这是我老板。瑶瑶，你辍学了？我只是在实习而已。所幸，如果是因为我让你想要逃离这个学校，从而做出这样的傻事，我会十分自责的。行了吧，你这个渣男，真的比我还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英九，
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瑶瑶。冬夏的温差都变得如画，伴随一些